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今天是美国丹佛7月1号晚上6点整。今天是我们介绍巴黎著书的借作与修法的最后一堂课啊。今天我们要总结这个借作与，我们延续的前2讲的别说啊，总说之后我们一个别说。别说里面主要是介绍心一借住啊，还有随我见。那我们这最后一堂课呢，会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前面所讲过的，那最后归纳到呢，如何这个从借作业的方法，这个方法主要就是自信，根据自信的方法。还有根据作用的方法，这2种灭除这个有情想。那我们之前也提到，有情想呢，在巴黎著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有情想就是从随我见来，随我见就是萨迦耶见，就是这个也翻译成有生见啊。那这个随我见呢，或者萨迦耶见呢，他是证得出果的人啊，或者阿毗达摩中叫须陀洹道智，就会断除了啊。所以基本上呢，出果的圣者啊是没有随我见的。这个随我见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他不是时时刻刻一直随伴着我们。也就是说，萨迦耶见。萨卡亚蒂提呢，它不是1天24小时啊，你的念头里面一直都有随我见，而是它是潜伏性的。只要不是真的出国之前啊，出国以后的人，那这些凡夫都会经常冒起来出现的。在巴利著书里面有提到，他就突然间呢，就是出现。那这个出现呢，这所谓突然呢。就是指他平时还潜伏着，还没断。只要遇到一些适当的境界的时候，这个萨迦耶见呢就会出现啊。然后，如果是常常有修毗婆舍那的人呢，这个随我见呢就会被消薄啊，然后出现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少，少到呢根据这个著书里面有描述啊。甚至它很少很少出现啊，虽然它不等同须陀洹圣者，但是它已经有相当这种境界啊。所以这种境界呢，后来在巴利佛教包括说一切有部里面有提到，有一些行菩萨道他多生多世都在欲界中行菩萨道的人，那他们也可以做到啊，就是这个我见呢。很少出现啊，很少很少出现。那纵使出现也是很弱啊，这些就是观自的唯力。所以在巴利佛教里面提到，行菩萨道至少要有行舍智。我们在上课中之前就讲到，行舍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已经开始进入这种状况啊。因为呢，你能够对诸行能够这样观照。然后让他从这个地方，不管你在托钵、穿衣、日常用品中，乃至对自己的色身、对外在的物品，你都能够这样关照的话，其实这个在这个地方，如果依照一般凡夫来说，那个我见呢，就随着这个境界而升起啊。但是呢，有关照的人，他同样吃饭，你从看不出来，他就跟虽然他不一定是出国圣者，他可是呢，他就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样了啊。好，我们今天呢是总结这个部分啊。
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到 satasanya 就是有情想，也可以翻成众生想啊。那这个首先我们先引导大家回顾一下生起之因啊，就刚才提到因随我见而起有情想，所以呢，我们在下手的时候，不是在想如何让它不要生起有情想，而是要灭除你的随我见，这个是因啊，这已经是果了，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它会升起的。出果圣者乃至阿罗汉啊，他都会对世间的名称啊、案例啊，给予什么名称啊？他知道这个人是谁，这是男，这是女，但是他不会有萨恰耶见。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有萨恰耶见，有我见而起有情想啊。所以我们先看啊，在响应波尔十二一百五十六经，他直接就叫随我见进啊，阿谭努迪提这部经呢、啊，直接就是叫随我见进啊。那佛陀，所以我上一次跟大家提到随我见这个注释书引用的时候，他在注解经典的时候，并不是他创了一个新的名词，他本来就是经典的用词啊。当有什么时啊，当什么正在存在时 ，sati。那 sati 不是正念哈，是正在存在的 PBR 现在分词，就是说当什么正存在的时候啊，执取什么之后，执着什么之后啊，升起随我见啊，这是佛陀用反问的方式。那这个就很明显了，佛陀说法的四种善巧就是反结反问，除了一向说，除了分别说，这是用反问式啊。这个常常在经典中看到佛陀跟弟子开示的时候用反问式，所以他反问弟子，所以有因有缘嘛，这随我见怎么产生的哈？佛陀就问弟子，弟子们就告就要怎么说呢？接下去佛陀当然，你看佛陀问完之后还回答，这个明显就自问自答了，对不对？象征性的慰问哈，最好是要自己讲啊。诸比丘，当有色，或者可以翻译成当色存在时，然后呢，执取色，执着色，那他就升起随我见。这个是个关键的地方哈。问题是，如果今天佛陀来问你们，当有色时，当有受、有想、有行、有识，然后有无蕴时。但是你不执取五蕴，你不执着五蕴之后，请问会升起随我见吗？会不会啊？你有色受想行识，当你有色受想行识的时候，但是之后后面没有啊，后面你没有执取，你不想产生执着，不产生执取，请问会升起随我见吗？这个是关键哈，在修行上的经文的关键句子啊，关键句重要句子就是阿罗汉、佛陀乃至一些修行的比丘、比丘尼，当他证到阿罗汉之后，他仍然有五蕴存在，他仍然有五蕴存在，但是他不执取于五蕴为我所。因此他不会升起随我见，有五蕴而不执取，有五蕴而执取，有五蕴而执取叫无取蕴，就是对五蕴的执取叫无取蕴啊。有五蕴而不执取，所以呢，阿罗汉啊，他们有五蕴，但是他不执取，所以他有五蕴，但是没有无取蕴啊。所以呢，关键问题就在执取。那为什么会执取？那后面就提到有三种原因，一个是见取啊，一个就是爱取，一个是慢取。见取啊，至少要在须陀洹道智啊才断除的；爱取啊，至少要到阿那含啊；慢取要到阿罗汉才断除的啊。
所以呢，这个关键就在这里了。好，那无闻凡夫呢，他会对五蕴啊，不是同时五蕴哈，那是个别的，有它存在，但是又执取它，执着它，然后就升起随我见。这个就是这部经典啊提到的。所以在上讲中跟大家介绍清净道论的注释书，就是 Mahadika 有提到，这个有情想是因随我见，是依随我见而转起的啊，或者以确立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的苦地到极地啊，就是说明这个苦的原因是从哪里来。接下去是讲道地，就说明了以密集简别方法来灭没这个有情想。那要灭没有情想呢，就要从随我见下手啊，知道它为什么产生啊。好，这个就是随我见经啦。还有一部呢，相应部35相应167经啊，哎，这部经就叫随我见的舍断经。哎，你看经名就套得非常清楚，把这部经的关键字眼都把它标举出来啊。他说诸比丘正在知，正在见啊，见什么呢？眼为无我啊，眼色为无我，眼视为无我，就是眼色对眼视啊，触受这些为无我，乃至眼耳鼻舌身到意，意呢对法产生的意识，在触在受中都观到是无我。这个无我呢，就是 utter 没有这个我啊，没有这个我呢，就是指啊，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没有这个长恒不变的真我、实我、神我、自我啊，中文有很多翻译哈，就是指一个灵魂见。那这个地方产生的见呢，就叫随我见啊。啊，这里也可以这样翻，以无我的方法，因为以无我的方法而有那个无啊，这个舍断随我见哈。啊，这个翻译有几种方法去翻译啊。正在知，正在见，就是呢，因为知，因为见，因为知，因为见啊，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为无我啊，而有舍断随我见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是用一个语格的因果句，这个是因，这是果啊，用因果句。前后因果句的表达方式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啊，接下来大家之前我们在课堂上有跟大家多次引用到的，就是啊这部的注释书，他说，当以前还是无知凡夫的时候，不管在家出家哈、啊，这段是在解释啊世界分别观的修习，就是解释。念住经或大念住经的内容啊，他说呢，不管在家出家，那当你要关照你这个身体，不管你身体啊正处在怎么样的状态，不管怎么样的姿势，怎么样的状态啊，如果你在走路过程中，你行住坐卧等等啊，在念住经中包括你走路向前向后啊，左右故事等等，包括你吃饭喝水，包括你大小便上下厕所，包括你上班，包括你下班，包括你回家，当你没有在观察你身体正在某个动作的时候呢，你没有做密集简别，这个就用到注释书哈，注释书的一些修法啊会比较细啊，比较细一点，然后呢它就不能啊，灭没有情想、人想、菩提伽罗想啊。那反过来说，那个正在呢，根据皆作为方法能够行察的人呢，他就能够灭没有情想，而且呢，心依戒住啊。好，有关于这个
密集的鉴别啊，我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资讯给大家，就是相应部第七、相应第十一经啊，这个农耕拔得挖机啊的经注里面有提到，当与念慧毗婆舍那结合的时候呢，当这个念啊跟慧啊在毗婆舍那结合时，可以这样办。它呢就打破诸法的相续密集、组合密集、作用密集、所缘密集啊。这里提到四个密集，在之前是提到前面三个啊。这个是注疏中非常著名的，就是根据注释书的修法，常常会用到这个啊。那在教学上呢，基本上佛教有两种教法，一个是依经的教法，一个在于注释书。那这两种教法可以说依据注释书是比较详细的教法啊。经典有详细跟简练啊，不相对于注释书来说呢，它就比较简练了啊。那相续密集、组合密集、作用密集啊，有学习阿毗达摩跟注释书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啊。透过这样的练习啊，当毗婆舍那产生作用的时候，它就能够破除这些，然后摧毁一切烦恼根的扩大，也可以翻译成摧毁所有烦恼根啊。这个根就是摸了这个字啊，一切烦恼根啊，无非是无明跟爱啊。扩大也可以翻成蔓延啊，那个烦恼在蔓延。我们知道说烦恼一出现呢，刚开始是比较弱势的，刚开始出现一点点啊，比较弱。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执见也好，爱着也好，烦恼也好，若是你不加以啊处理的话呢，它就会扩大，会蔓延啊，会蔓延像这个蔓藤一样到处攀爬啊。好，下面这边呢，我有翻译这个相应部疏钞啊。上面是注释书，注释看到吗？这上面是阿特卡特啊，下面是迪卡。对于这个相续密集等四种的特质差异啊，这边有解说哈。在疏钞书里面出现过好几笔这个解释啊，不过内容大致都是一样。相续密集就指啊，我们会认为有一个，可能我暂时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像《金刚经》的一合相，其实就是密集相，或者叫聚集相啊，因为它是形成变成一个，所以在鸠摩罗什在翻的时候，很明显这个名词就是一个 singular 单数，所以他翻一个合就聚合啊，它不是综合，合成变成一个。这边也一样会用到这个一个就是一合啊，也可以翻成一个聚集啊。那一前面的跟后面的诸法无间相续，就是呢前面相续到后面啊，那就形成了像一个变成一个再转起啊，就叫相续密集。就是呢我们会认为啊，从过去式到现来式到未来式，有一个不变的主体在轮回啊，这个就叫相续密集。在学习名色之后啊，依缘来把握名色的愚且者、禅修者，根据注疏就要学习以相续密集破除异合相，然后看见呢是众缘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它这个众缘不断的在生灭，而不是有一个不变的主体啊。相续现呢就是在缘起之中的长断见啊，来处理它。相续密集的基本上啊，他是算是有常见啊，常见者，他不是断见者啊。第二个呢，什么叫组合密集呢？有一大堆的、一堆大量的聚集的组合的东西，
形成呢看起来像一个一合相。这个一合呢就是我们用一合相来理解出来了，有一个东西聚集成啊。所以呢刚才讲的是时间流过去现在到未来，然后呢从空间来看一堆东西聚集而成，就形成了一个东西，就好像我们所看到的一片毛巾还有那个纸张，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张纸张就是个一合相。实际上呢可能科学家还告诉你，其实纸张并不是一个东西，是由许许多多的东西组成一张纸张。你看到个收音机，看到个电视机，你就不产生一个一合相啊。所以在空间上来说呢，不会有一个，因为透过接触以后，比伯神啊观察的人啊，他就知道是很多东西组成。所以在注释书的时代，包括说一切有部分巴利佛教就会用极为或者聚这种教法，就是破除这个组合秘籍。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包括色聚啊，你认为还有一个色聚，聚本身就是一个一合相啊。所以呢在泡禅师啊他也提到，当然他也是根据书朝中来，就是提到说他可能当时又提到有一些人呢、用 Glaber 色聚来修毗婆舍那的生灭智啊，他认为这样的话其实还是用组没有破除组合秘籍啊。因为你看啊色聚这个名词就很明显嘛啊，色聚啊在中文这个是 Glaber 啊，那这个即为 Anumana 都是呢有八部里色在里面啊，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巴利佛教是食宿啊，然后其他学派有些是触啊，由这些元素组成叫做一粒即为或者一个色聚啊。如果你还看到的是不是四大根所造者，你看到的是是一粒即为的话呢，就是还没破除组合秘籍。同样的，如果你看到过去是到现在是有一个轮回的主体，现在是到未来是一个轮回的主体，而且轮回这个主体是一个不变的长恒不变，要注意哦，长恒不变的。那真的出果的人乃至阿罗汉乃至佛陀，他们也看到有众生轮回到现在是，现在直到未来是，假名有一个众生，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因有业报，因有业而产生报的缘起中的一个因果关系而已啊，它不会落入长，更不会落入断啊。那这个就是，如果能够掌握不长不断的人呢，就是破除相续秘籍啊。同样的，像《金刚比丘尼经》啊，《相应部》中提到，有很多零件组成一辆车子啊。这种就是一个组合秘籍。如果你认为一个东西是很多组成变成一个合相，就是组合秘籍，你要破除它，看见它有很多零件组成。如果你还执着这些零件又是个别的组合，那个别的零件再破除它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相续秘籍、组合秘籍，还有一个作用秘籍。因为作用这个字啊，这个Kicca 就是作用，它在执行任务啊。凡是有为法在升起中啊，它有主要作用跟次要的时候，主要缘、次要缘，它只要有在因缘聚会时，它产生作用啊。然后很多作用呢，因为难于了知啊，难了知。那了知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呢？因为难了知作用的种类，而形成有一个一合相在转起啊。所以你看到不是看到个作用，不看到原生原所生法的作用，而是看到有一个神，有一个我啊，甚至有个上苍，有个上帝在发挥作用。哎，甚至认为是一个不知什么原因产生啊。所以这样的人对于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阿毗达摩在学习上一直在强调相位现起住处，相位那个位 rasa， 通常 rasa 就指作用
不是指味道、啊、一字有两义嘛，这边这里不要翻译成味道，要翻译成作用。这个作用 rasa 就是 kicca 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说在修这个戒作意的时候用到这个自信跟作用，就是这个字 kicca、就这个字啊。所以你对这些每一个法的自相有它的自作用，就是这个意思啊。自相跟自作用就是自己的特相，自己的作用，一直在强调这两个了哈、啊。那对于自作用不知不解的人啊，就是尚未破除作用秘籍，就是不知不解。所以不知不解很多原因的啊，就会赖到这些事情上去了。哎，我今天呢、啊、这个不顺利啊，就赖到风水不好，就赖到有鬼干扰啊，不知道是外面鬼还是心里面的鬼，呵呵，对不对？嗯、啊，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这个事情，就会去赖啊。像这种情况呢，特别对自己的五蕴啊这些不知不解它的作用啊。比如说对根的作用不知道，对静的作用不知道，对事的作用不知道，对于这个善的作用不知道，不善的作用不知道啊，还有止的作用、观的作用什么都不知道。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作用秘籍尚未破除的了啊。第四个呢，对相同所缘而形成呢，像一个一合相在转起。相同所缘呢，大家可能啊讲例子给大家知道，昨天看到你，今天再看到你，看到的人为是相同，是同一个所缘目标，对不对？那如果在修安般念，我举个例子，在修安般念的时候，如果你有个安般念的禅相，然后呢你在做一小时的时候，你在小禅报告的说，哦，我这个禅相慢慢稳了，我做了一小时，我的禅相可以保持一小时，这个就是没有破除所缘秘籍啊。这个话，这些话呢，就是用毗婆舍那的角度来解释的，这样明白吗？有修毗婆舍那的人，他也看到禅相，但他不会认为刚才的禅相跟现在禅相是同一个啊，不会认为是同一个，因为禅相升起也是有因有缘升起。禅相本身是概念法，但是概念法也是缘所生起促成的想运啊，想本身是缘所生啊，是因缘之法，然后它也是透过有为造作而产生的想的一种标签啊。所以呢，对于所缘呢、啊、我们看今天看明天看，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就是你家里的小孩，或者你天天看到的人，你没有感觉到他天天变瘦，慢慢变瘦，慢慢变胖，或者慢慢变老啊，比较少慢慢变年轻的了哈、哦，哎，所以这个慢慢变呢，你就没感觉到，你天天看，你感觉是相同所缘，可是呢，你的朋友可能过了好几个月才一见的时候，哎，说这个人怎么有病吗？变老了，变瘦了，变老啊，等等，变胖了，等等啊，所以呢。这个所缘秘籍啊，我举这个例子就知道说，在原生法中每一刹那的名色之间都在改变，你看到这些东西啊，你看了你今天所缘比较亮啊，所缘比较清晰，有很多原因呢。什么原因呢？你的眼根的作用，比如说你看今天晚上你看那个一个一看书，你说今天晚上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在阅读这本书，哎，我在看到字比较清晰哦，啊，你对所缘看得很清晰，可是你明天看又看得不清晰，有很多原因呢、啊。这个就是作用秘籍，就你可能你今天眼根比较好，或者你今天眼根不太好，哎，还有呢，灯光亮不亮，这些一切法的作用都会造成啊这个所缘的观感啊，所以呢，我们呢、啊。所以这些呢，就是修毗婆舍那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教学啊那透过这样的观察的人啊，就是用秘籍的鉴别啊，他就能够打破啊，这毗婆舍那就能打破相续秘籍、组合秘籍、作用秘籍、所用所缘秘籍，这样的话就能摧毁一切烦恼根，
因为这种秘籍啊，严格说刚开始啊，很多都是沙墙野见了，因为有而产生，它所以就会有这种秘籍的这种见啊，在虚脱缓道的时候啊，这种秘籍啊就会破除啊。当然，这句话呢，我们很常会说出国断什么烦恼，严格说呢，是要先断这些烦恼，才能真的出国啦。啊，就好像有人说，哎，我真的出禅，我就破除五盖，不是的。如果如实说，应该是你要先破除五盖，才能真的出禅啊，不是在出禅之后才，你先理清处理了这个，他才会结这个果啊。所以，如果我们生活中不去关照你在。不管你身体的任何姿势，不管行住坐卧，你都不观察你的名色，你就等待着，哎，哪一天呢？我来正果，为正了果，一了百了，通通没有问题。不是的，是你在生活中就要去关照，才有可能正果啊。好，这两种方法在下面呢，这个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了，这个就是它的方法啊，以自心与作用这两个。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四大中啊，四大的八项中啊，你取任何一项啊，然后过后呢，一遍又一遍的关注、注意、观察啊，那这时候呢，你仅仅是从借这个角度、这个方法来注意啊，不再从有情想、灵魂见、有情见这些来注意啊。如果你能够的话，还观察到你的生活中，如果你是常常能够修戒作业和修毗婆舍那修名色观照的人，你的心常常一戒的时候，你就不会落入有情想，不会落入灵魂想啊。那而甚至呢，因为还不是真的出国的圣者嘛，那心念中有时候一懈怠、一放松，他就会跑来这边。一跑来这边的时候，你要加强你的觉照，立刻要发现你的念头已经转到这边来，要回到这边来关照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把关了，以防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啊。那初学者不要要求都一直在这边，不可能不会跑来这边啊。但是跑来这边，你要懂得把它拉回来这边啊，这样就算是精进了。那越来越少跑来这边，越来越多在这边啊，也算是精进啊，是正勤嘛啊。那如果你这样慢慢呢，就慢慢纯熟，方法越来越纯熟的时候呢，你不久之后，你就能把握戒分别的光照会啊，光照会，光照会就是说用修毗婆舍那的会，就用休息会来照。照什么呢？照这些，这一组，地界的这一组，水界的这一组，啊，火界的这一组，风界的这一组，啊，用这个智慧之光啊来照，就是呢，因为你的慧光越来越利之后，它的作用呢就是清晰，慧光照耀之处就是所缘变得清晰啊。所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了，就是慧光的意思啊，慧光 那由于它是自性法为所缘，不得安置，它仅仅升起净心定。那这个呢，在《清净道论》的法书啊，还有经典的注疏里面，都有多次解释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自性法是可以证得安止的，但是因为借作于这边呢，它不属于是清净次第的啊。清净次第的话呢，是从见清净啊，一直到道果啊，所以自性法就是真实法，真实法它有自性啊。然后这些自性法呢，它本身就自性，就指它有。特征跟作用，哈，不是指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这自性跟外道的自性定义不是不一回事啊。
用同样的名词不同的定义啊。外道的自信呢，是一个分析到最后之后呢，就是不生不灭，常见。那佛教不管怎么解释，不管哪个学派，不会认为这些有为法是常的啊，都知道它是无常的。但是这个无常在缘生都之中，它会产生作用啊。所以在学缘起的时候，不会因共相而否定自相啊，也不因空性而否定作用啊。所以这自信呢，就指它的自己的特色跟作用，比如说嗔心所跟贪心所就不一样啦，地大跟水大就不一样啦，各自有自己的特性特相跟作用啊。那因为呢，借作意是以这些四大作为所缘，它只是见清净的起端。多以自信法能证的安持是在道果，是最顶级的地方。那那借作意是属于是最下方最低级的地方，所以在以清净次第来说，它还没有到达高峰，所以它只是一。初阶的自信法为所言，如果你要配合完整的注释书呢，可以加上这个它只是低阶的或者反正最下方的自信法为所言故啊，所以它不得安置，这个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完整的解释。另外一个呢，因为它是有奢摩他路线，就是在五摄定的这个四五边处跟无非想非非想处啊，一个一事一个一想的自信啊作为所缘，刚开始的借用这两个。所以奢摩他不竟然全部是概念法，无摄皆禅这两个用到是自信法。但是这边呢，因为是讲借作意是真实法，所以就撇开奢摩他的部分。所以这边只需要注明，就是他只是在修观的清净上呢，最下方的清净，所以他不能够证得安置。那清净这种自信为所缘的次第呢，是到道果智啊，道果地方它是有安置定哦啊，所以在西陀洹道智里面，至少都是要初禅或以上的安置。所以这种定呢叫做初世间定，但是这边呢它不具备初世间定，它只是毗婆舍那的入门，在定义上注疏称它为最低阶的最下方的，只是一个入门，所以呢它产生只是进行定，或者在后期的疏钞里面称它为刹那定啊，是这样子啊。所以不是说自信法一定不能证安止，而是条件不具，因为他仍处在下方啊，还是最低阶的开始啊，所以这样补充可能大家就比较好懂了啊。好，接下来呢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了，我们来看哈，深入空性根除有情想。这位呢已经实践世界分别观的比丘啊，他深入空性，他根除有情想。那他已经根除有情想之后呢，当他已经破除了这个有情想啊，当他面对猛兽啊、野兽啊、夜叉啦、啊、罗刹等等啊，这些产生会有猛兽想，除了破除有情想嘛，猛兽也是有情啊，你会产生个有情想、野兽想、罗刹想啊、夜叉想，这些称为妄分别。Vikapa 呢这个字哈，当时我跟庄伯辉老师啊有讨论啊，因为要用哪个字哈，后来菩提长老啊建议我中文采用分别这个字啊，古代就有用过妄分别哈，菩提长老说你用这个字翻啊，这个而且是教我用中文要哪个翻啊，你们知道菩提长老是美国洋人啊，教我你要又翻这个字，这个字来翻就可以了啊，这个了不起哈，他的确呢这个翻是非常
非常好的翻译哈，就用这个字，所以我到现在都一直用这个字。但是为了辨别差别，古代人会讲个妄，就是错误的分别啊。这里就是说，当他面对这些猛兽啊，这种妄分别的时候呢，那因为已经破除有倾向了，所以他不会转向啊，他不会转向于这个地方啊，所以就不会产生这个怖畏啊、恐惧啊。那直译可以说，当面对猛兽、野兽、夜叉、罗刹等妄分别的时候呢，是怖畏与恐怖的不转向者。因为这边呢，他一直要强调一个者，这边呢，这个文句中啊，要显示主体啊，显示这个主词啊，把形容词过去分词当形容词，也是当主词啊，他一直表达者啊。你看这边的表达是不转向者、不摇晃者、不摇动者啊。所以因为根除了之后，那这边可能要解释的就是，这里讲是妄分别。比如说在森林中的比丘在用功的时候啊，就会怕鬼啊，怕这些干扰哈。这几个分两个来说，如果真的是有危险的猛兽的话呢，它不是因为产生一个猛兽的异合相，而是知道这个动物也会产生伤害啊。在律藏中也叫比丘还是要回避的啊。但是呢，有一些比丘不敢去，就是整天在想鬼啊，想一些动物会干扰啊。这种妄分别的是一种错误之见啊，这种错误之见会带来不必要的怖畏跟恐怖。那一个已经破除有倾向的人，这个地方他不转向去这个地方了，而且已经达成了喜乐与不喜乐的不摇晃者，就不摇晃不摇动，说你的心不常常转向去喜乐或转向不喜乐，转向去可以或转向去不可以，心是一直在这个喜不喜欢、可以不可以的所缘境界中摇摆。那一个破除有倾向的人，他面对的这种所缘的时候，如果他这里指的是已经至少是出国以上了，为什么知道呢？出国到四国啊，因为呢，他常常能够这样做到的话，是这个就是后来在吉祥经啊也提到，后面结束的时候提到八风不动啊，就是这种境界了，不摇动。通常不摇动不动的最高境界在果位上是阿罗汉，在禅定上是四禅或五摄定，四禅就具备了不动，所以说不动。然后在止上的高境界是四禅或以上，跟禅子与四禅一样的五摄定啊。果位上的不动是阿罗汉啊，一个是指一个观的最高境界啊。那这种真的是不动是阿罗汉啊，阿罗汉是真的动物来了，野兽猛兽来攻击他，他仍然不动啊。大家应该看过一些经典描述啊，那些猛兽攻击佛陀啊，攻击阿罗汉的时候，这些圣者都不动，但是在旁边的非圣者，这还是会动。对不对？那出果圣者都还是会动哦，还是会动啊，除非他观照很强，完全彻底不动，那是阿罗汉啊。那他是大慧者，是不死的完结者，那肯定是阿罗汉的哈。那大慧者呢，可以描述很多种哈，很多种。当然，阿罗汉是大慧者啊。那不死甘露和涅槃的完结者，那肯定是阿罗汉的，到达这样高的境界。还有一个呢，用或哇。用个或来切割啊，这种切割呢，就表示这一段句子里面呢，不是描述同一种状态啊，不是同一种状态，用或来改变。如果用恰的话呢，就是或者 P 的话是有可能性。P 常常会说是这个也是这个啊，然后哇的话是这个或是这个啊。当然注释有时候会对经典中的哇跟恰跟 P 呢。会有一些解说的。那后面这个呢，是散去的灯彼岸子，就是能够找到散去，就是说呢，修观的人啊，修戒作意的人啊，纵使这时候他不是阿罗汉哦，就用惑了，他仍然是往生善道的。因为毗婆舍那这种啊，在修习的过程中啊，真正的观智是趋向于解脱的，但是观智成就者
只要他还不是阿罗汉啊，你还有轮回的话呢，他也必生还是善道的。所以呢，借作业的另外一个果报呢，就是能够往生善道。他不是为了往生善道，修观是为了解决烦恼，然后呢脱离这个轮回啊。但是呢，只要是还有修观智的话呢，那这样的人是善道的善趣的道彼岸者啊，登陆了啊，到了彼岸。也就是说呢修观呢有这些功德利益啊。所以为什么古代就一直强调说，诶，观智成就者啊，这个不堕恶道啊，这句话大家可能会很熟悉的，会联想到《杂含经》的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啊。这个《杂含经》所引用的这个，在梵文本的《法句经》里面还有保留啊。这个正见真上呢，就是指啊，这个正见是作为主导啊，作为主要力，这个真上是一种主导力，强而有力的。而且这真上呢，在注释里面提到是上等的有力的这种慧观，是一种毗婆舍那，是一种观照啊。好，这边也有啊，这个同样的一种描述，就是观啊能够到达阿罗汉。但如果没有到达阿罗汉的话，他也是善趣的到彼岸者。所以为什么修观修的进入状况的人呢，不怕堕落的，他必生善道，纵使他没了生死今世，他还是往生善道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功德啊。再接下来呢，最后这边我引这个相举喻经呢，跟大家来看看经典中怎么教。他说，如果有人在辱骂啊、诽谤或使我们激怒、使我们苦恼啊，他就这样的了之：我这个耳朵啊，耳处所生的苦受已经升起了。那是缘你什么之后啊？不是没有缘你什么之后，这个是印度人那种表达方式，我把它翻译出来，可能有点拗口，不过呢，这样会语感上会比较好，就是。我现在听到别人骂我了，那我就关照耳处所生的苦受的耳处哦，我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声尘撞击耳经时，然后呢产生耳识，耳识之后呢，我有这个产生这个触，然后有受，受了之后呢，我产生苦受。这苦受不是说他骂我的声音很大，大到我的耳朵痛所谓苦受，不是的，而是我理解了他骂我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啊，我有触啊，言语触之后我会苦受。这个触是什么触呢？前面呢，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啊，是撞击触啊，这是有对触撞击。但有对触本身呢、啊，除了深处之外，有苦乐啊。耳处啊，真正耳经是不会有苦处，但是呢，这个处它会从有对处转去止称处，也就是转去增语处。增语处呢，就是意门，意门呢会对这个处加以解读，叫增语。增语去加以解读，加话加料啊，去解释它，去剖析它，去分析它，然后呢解读它。那增语处本身呢、啊，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啊，如果是错误的这种增语处呢，就是跟无明处相应；如果是正确的如理作意呢，它转向于明处，明处相应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哈、啊，那就会产生烦恼跟不产生烦恼的差别啊，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不同啊。那所以呢，他就要观察说，那是缘你什么之后，而不是没有缘你什么之后。是有缘的，就是说呢，缘你什么之后，他说缘你处之后啊。所以我们缘你处之后，我们苦受升起，不是没有缘你处之后。所以他就问了，这个缘你什么呢？
什么之后？这样的反应不是很好，不过我觉得留个虚线呢，大家可能在补充，好像填充体，把那个处填进去就对了。只是说呢，我这个耳处啊，所生的苦受已经升起了，那是缘已处之后，不是没有缘已处之后。这样大家很懂了。那这时候如果你已经升起了，因为你来不及，他已经升起苦受起烦恼了。起烦恼不要紧，后面你要赶快挽救。这句话有一点像中国佛教徒很熟的《华严经》的一段话哈。不怕念起，唯恐觉迟。不怕念起来，不怕你这个不善念起来，唯恐呢，只怕你呢觉悟的太迟。这个转换就有点像这样哦。不怕念起啊，唯恐你觉迟啊。如果你不转向你这边是觉哦，你后面呢就会后患无穷。处之后呢，你这个真与处啊，就会不断的连锁恶循，很多恶循就一直在滋长。如果你没有止，又没有观，又没有善知识，又没有那个大所缘。很多从参道友的大所言，没有好的老师，好的同参道友。我们知道同参道友啊，可以分横向跟竖向的。横向就是你的同参道友，跟你同辈的差不多的同才同学啊。还有一种善知识呢，是你往上的，你的师长啊。所以当我们没有子力，没有官力，又没有什么福报的时候，剩下的可能就是要靠善知识的力了。那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呢，那就会后患无穷。这个处啊，它从这个有对处会转向于这个真与处，真与处就一门中的处，增加语言，增加标签，那产生很多烦恼在里面了。但是如果你有觉，这时候你要转向于看见处是无常，还要看见受是无常，看见想是无常，看见诸行是无常，看见事是无常。如果你能够这样关照五蕴色受想行识是无常，当然在经跟注里面后面还讲了，看见五蕴是无常，是苦，是无我，乃至看到它的空性啊，这倒又会联想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这是就是大家应该很熟悉啊，这种就是觉照的转向。这时候呢，如果你有觉照呢，你心就会要入啊，心就会要入，然后要入信息，然后呢住坚固，然后心呢就会圣洁，就朝向于那个戒所缘。看到吗？这时候虽然这部经啊是相居于大经，就是我们在一开场白在总说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相居大经是属于比较详细的教法，我鼓励大家哈，可以去阅读这部经啊，中波二十八经哈。接下来我这边有一个注脚哈，就是呢，对五根呢、五根对境对五境呢、须先要了解什么是五境色，还有五个境色，五境跟五个境界的境，了解它的特相，了解它的作用。你要修这个观照法的时候，就要知道所照色了。所以五根五境这两个呢，就是所照色。这样大家比较好懂了。这个五境五境啊，就是所照色。所以为什么佛陀说四大及其所照色，是色蕴啊？五蕴中的色蕴啊，如巴看的，就是要知道它的所照色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修毗婆舍呢，学了四大之后，接着就学五境色，还在学这个五境色，就学习这些最基本的所照色。那学会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应用在这个地方了啊。因为等下呢，还要回应学员的回复，学员的一封信，一个问答啊。那在最后这边呢，
这个教法的地方就到这里了哈。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勉励语，就引中部108经哈，守护者目犍连经哈。Gopaka Mokarana Sutta， Gopaka 就是守护者，守护的啊，看守的目犍连经啊。婆罗门，因为那世尊是未出现之道的另出现者，为升级之道的另升级者，为宣说之道的已宣说者，世尊是道的了知者，世尊是道的明智者，世尊是道的熟练者。而现在的诸弟子啊，就现在的弟子们呢，是住在道中的跟随者，然后他们呢之后是成为道的具足者啊。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哈。那这部经的注释里面大概有说呢，因为诸佛出现在世间，因为有佛出现了，佛陀证悟之后，他能够把这个道讲出来，所以是未出现之道的另出现者啊。然后呢，未升起之道的另升起者啊，因为他是一个创觉者，所以这个未出现之道也可以分为未创建之道啊，那未升起之道。那因为呢，佛啊跟辟支佛不同，基本上呢辟支佛也是创觉者，但是他们不是宣说之道的已宣说者。那辟支佛基本上呢，普遍来说除了少数例子哈，大多数倾向是不善于说法，但是呢他跟佛一样都能够自觉，但是在觉他的能力上呢就不如佛陀。所以后来的佛教基本上在定义上就会这样说了啊。所以呢，当提到说未宣说之道的已宣说者，就是指布达，不是指巴切卡布达，不是指辟支佛啊。而且佛陀啊是道的了知者啊，他很清楚这个道就是这个方法啊。灭去向灭苦之道，去向灭苦的方法，他是了知者，他是明智者啊，而且他是熟练者啊。这个用熟练呢，是因为注释书里面说他是用同义词告诉我们，这个字要用熟练啊，熟练就是说很善巧懂的方法啊，怎么应用啊。而我们呢是他的弟子，所以弟子们呢是住在道中的跟随者啊。那我们现在是跟随者，或者翻成追随者、随行者都可以啊，但是住啊，已经安住在道中了。然后之后呢，他又是道的什么呢？具足者。为什么呢？随分随力，随着自己的智慧跟福报啊，福德因缘，然后呢跟随的老师啊，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就变成从追随者、跟随者变成之后的具足者，道的具足者。就佛陀教的这种清净道啊、止观道啊、拔正道啊、修习之道啊、解脱之道的具足者啊，他不只是一个跟随者。所以这里勉励大家，不要只停留在道的跟随者，能跟随当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了啊。我这边呢就是啊，鼓励大家啊，精进的透过闻思修，然后呢让自己成为具备者、具有者、具足者。好，这边做个预告啊，我们下星期就要停课一次。之后7月15到22号呢，会衔接介绍所造社的修法。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因为刚才已经跟大家，其实已经伏笔在这边了，告诉大家我们的课讲到这边就是开始要准备这个，对不对？
啊，因为到了这边你不学这个，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了啊。就是啊，不怕念起，但是又恐绝齿，对不对？所以你要总的转向于这边呢，除了四达之外，要学习所造色，才会有比较完备的、完整的应用啊。这些都还是自相啊，无常这个修法已经是共相啊，来具备这个啊。所以我们会在去停下个星期六啊，美国这个时间停课一次，然后连续两次跟大家介绍所造色。我会从经典跟大家介绍，再告诉大家学派之间的所造色略有不同，但是经的部分是共通的啊。然后之后22号之后又停课一个礼拜啊，然后呢总是要停课一下嘛，整理一下场地嘛，对的，收拾一下环境，重新再出发啊。所以到8月5号跟12号会跟大家介绍死随念的修法。死随念这边当然也会先从经典跟大家介绍，然后再进入注疏，注疏书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把握死随念啊。那死随念的功德利益就是激发我们的精进，产生三维格，让我们呢产生了精进力啊，然后懂得珍惜生命啊，然后不要把时间跟精力名色用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越是死随念修的越成功的人呢，他的时间管理就会越好啊，这生命的管理的越好。所以有一句话说，未知生焉知死，死随念是未知死焉知生。所以修到最后你就知道死定了啊。温中坤老师有一些跟我讲，死随念的念死到最后他的心得就是我死定了。所以未知死焉知生，你不知道死，你不知道生命要怎么利用了啊。好，在回向之前呢，简单，我还剩下十分钟回应一个学员的问题，同一位哈，就是叶娟如学员啊，有在线上吗？您的问题哈，是问到这个，因为听这个上一讲的阿塔努蒂提就随我见啊。那你在这边呢有提到说这个，你问一个不是很直接相关，其实是相关的，因为谈到无我的时候就用到这些。那你的问题你觉得有些疑惑啊，有些百思不解，你想尝试的用这个三句去套四句啊。然后还有谢谢您你这个有提供高明道老师在巴黎课中之后转给你 Carl Norman 的这篇文章，好，谢谢你。那最主要呢，我把您的问题标成红色呢，是因为你用这个四句跟三句的套的时候啊，叶娟如有在现场哈，主要你这个套法呢，我提供个线索给你，如果你理解了这样的话呢，这个套就会很难套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为什么呢？它是这样的，我用两个方式给你回应。第一个呢是有生见，有关于有生见呢，或者萨迦耶见、萨卡亚底替呢，会出现这个在经典中的文句，色即是我，我拥有色啊，我中有色，色中有我。这四句呢，主要是在讲解萨迦耶见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爱子、慢子跟见子呢，主要是讲解这三句的啊。这是我，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实我、神我，自我，对于不同的反应哈。那这三句呢，您尝试的去套的话呢，可能会比较不圆满的地方，是因为呢，它是这样啊。这里呢是说他认定啊。Samanupasati 啊，第三人称单数动词 Samanupasati， 他认为，他认定，这个认定是有错误的认定的，认定色即是我，那这个语法就不一一再解了哈。我拥有色啊，在我
这个我中有色，你加上这个比较好懂，在我中有色啊，在色中有我。然后呢，在这四句哈，在这个有名小经啊，中国四十四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他引无碍解道说，这个呢，第一个呢，认定色是我，后面三个呢，认定非色是我，那非色就是名，名色嘛，名色法 ，nama rupa。那这个呢，色就是我，就是啊，就是认定色，色法了 ，rupa。后面这三个认为是非色，就是名啊。这是有名小经里面呢、啊、有这一些内容，然后讲完之后，很明显的说，这些知见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所以便有有生见、萨迦耶见。所以这四句通常在经典中描述的状态就是萨迦耶见啊，要注意了，这第一个定义啊，在注啊书里面大概都一直在标举了，就告诉我们。佛陀在这个经典中出现的状况是在处理有生见、萨迦耶见。好，这样第一段啊，第二段要注意的，当经文中出现这个 etamama esoham asmin 然后 esomi atta 这个出现这个时候呢，比如说 etamama 说这是我，这是在处理呢，是指呢爱子啊。Esoham Asmin 这个就是 Eso 加 Aham 加 Asmin 就是我是这个是处理慢子啊。So me atta 这是我的使我真我神我是一种见子，所以呢基本上来说这三句的组合定型句呢只有这个部分第这个见子的部分是处理这个，这四句里面全部是属于见子萨迦耶见。然后呢这个第二句呢我是这个呢是在处理是当他加上否定词那在前面的时候就是否定阿罗汉不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呢这个慢执要到阿罗汉道执才断了，这个是须陀洹道执断的，然后这个爱执呢至少要阿那含啊才断除的。所以呢如果说啊、这四句都是萨迦耶见的话呢，在经文中出现这三句的时候只属于是这一句，就是 Eso me atta 就这个字而已啊。那不共这两个不共啊。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经跟注里面都有这些，比如说不听闻经里面就 举出说无闻凡夫因为以长久染着执着执着为我所啊，注意这个我所啊，已经执取这是我的，这是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在这种情况下呢，无闻凡夫就不能愿，不能离染，不能解脱啊。好，对这三句的组合呢，在注释书里面就告诉我们，第一句这是我的，就是爱执，是徘徊在108啊爱行的执。然后呢我是这个这是慢执，是九种慢，这是阿罗汉道执才断的。那这是我的真我是见执，是62见的执着啊。所以在顺序上呢应该这个是最先要破这个的部分呢，破了这个部分也就是这个部分来的整个这个部分处理了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是最后才断的啊，这个慢子是最后才断的啊。好，那爱子是中间的过程，从虚陀洹到迈向阿罗汉到中间要处理的这些问题，从恶果的担保到三果的断啊。所以为什么呢？揭晓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说你觉得套不上去呢？因为你用四句跟三句这样套的话呢，其实它也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呢，你把这个色等五蕴、哦、我存在全部是五蕴，你套到这个啊阿罗汉的这个地方来了、啊、接着这个地方呢在处理上只剩下是慢，它不会在见解上认为是我了，所以呢为什么在这样套的时候会觉得有困难，原因在这里啊。好，我这个资料会放在网页上给大家下载啊，
你们可以自己再做参考，包括庄博慧老师在大因缘经注上都有解释这一段，我相信对你会有所启发的，就是这个阿含的 Eso， 这个也是很多人在学习经典的时候，特别是如果只靠汉译杂含经，没有参考巴利文献知道它的原文，这个阿含的词跟 Eso 这个词就会把它互混在一起啊，因为这个呢出现 I am Aham Asmi 的时候，此是我的时候呢，是属于萨迦耶见，就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段落四句那边，但是呢在三句中出现呢这个 Eso Aham Asmi 的时候，此是我都发现此是我、啊、是处于是阿罗汉的否定，就是呢阿罗汉定型句中的一种否定，所以所指是不同，是两回事。我相信波慧老师的这一段很精辟的这段举例子啊，也就揭示了，我相信对你会有很大帮助的啊。他在注脚261的地方有再次的提到，这个呢这一段呢我有翻译在这边啊，给您参考啊。这两个注释书都同样的注解了这三句话。好，那至于这个四句的地方是在这边，这边是处理的是萨迦耶见，属于见指，所以整个来说啊，再总结一次，它只是属于这个而已。好，那还没有包含这些啊。你的问题啊，不知道这样回答对您有没有帮助啊？还有线上的学员啊，虽然他说他很客气，说这个是有一点。不直接关系，其实有直接关系，因为后面讲到这个巴利佛教讲到这个空性哈、啊，你看这后面他地方就提到进深入空性，因为学习戒作意之后观察名色啊，一定会进入深入空性。这个深入这个字哈、啊，其实就是浸泡、渗透、潜入啊，这个叫翻深入啊，深入空性啊。所以呢深入空性的人啊他看到只有界啊，而且清晰的显现呢色身四大跟所造色，不是被这个真我所作，非被真我所作，就是不是一个神我见，有个灵魂见，有一个主体在做这个色身，也不是因为有个神我见在做这个名神。所以呢懂得这样深入空性的人啊，他发现名色、名声、色身跟名声啊，色身就四大及其所造色，非啊，就是不是被真我所作，不是被神我所作，以及要跟随的那个呢，名声呢，也这个就心跟心所，也不是被这个神我所作，在那里呢，他在各个方面呢就开始。确立跟深入就先建立了，确立就助力了，建立了，然后再深入渗透，贯通渗透我空性啊，阿他孙亚特，孙亚特就是空性，阿特就是我，这个我为什么叫空性呢？因为这个我啊，彻底的神我见、灵魂见彻底的破除啊，这个破除也就连根拔起了。而且这样的话呢，破除有情想之后的人呢，他就不会再发生这些有情想、男子想、女人想、神我想、人想等等，因为他已经根除了突然起来的不真实想。正得虚陀洹道之的人，这种不真实想不会再突然起来。这个突然这个字哈，用的很特别哈，他接头只是我是什么冒起来。把地加上 wood 把的缘起，那个起字就从这个字 wood 往上啊 ，gadi 就是呢啊这个升起来啊，汲取啊，让它升起啊。所以呢，我们平时啊，这个不真实想也不是24小时刹那每一次都跟随的，但是因缘具备时，它就突然起来。那有修毗婆舍那的人，这种就很少再升起，越修越少。所以你修毗婆舍那，你修戒作之后，你慢慢发现你这种我啊，我很大，那个我啊，就会慢慢越来越少了。因为呢，
修观者看到的跟修止者不同，修止者是很怕这些五盖升起，修观者发现因为有我所以五盖升起，因为有我跟慢爱着所以五盖升起，他指导黄龙从我空性上下手，这个就是修观的厉害啊！所以修观者修得很绵密，这种不真实显会越来越少，但是跟虚脱环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虚脱环的人纵使没有刻意如理作意了，他也不会再突然升起这种具有萨迦耶见随我见的有情相啊，这个是彻底的断，不会再回来正断断。毗婆舍那则是比分断啊，比分断的话呢，只要没修他可能会出，但是呢是越修越落，落到似乎感觉到不大会升起。所以像有一些观力很精进的瑜伽者禅修者，他有时候会误会，他以为自己证得出果，但因为他很少再升起这个有情想了啊，他还是会有烦恼，但是他很快就处理。所以这个地方最大的辨别法就是，只要没证得虚陀环道的人呢，他还是有机会升起，纵使很弱很微弱他还是会升起啊。但是呢，证得虚脱环道的人呢，纵使没有如理刻作意，他从此道至以后不会再升起，这是他们的差别性。好，我们今天就总结了啊，就把这些交代完毕。那下星期啊，我就休息一次啊。那过后我们就到7月15号啊，有兴趣的人啊，接续的要学习这个所造摄，那再用两堂课跟大家介绍。那介绍完再休息一个星期后，8月5号到8跟8月12号介绍这个死随念的修法。做回向，愿持功德众善根，累世愿亲同沾恩，有事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